山水含清辉。今天义父俱乐部成员们来到了历史名城新乡，这里碧水丹山，风景隽美。成员们和新朋友们，同学们好。 Hello 将在这里迎来一场毕业生的热血之旅。青春无畏，我看第一个完全没看到1567，应该是1567。你们刚才在岸上说自己是数学天才，我服了。没有人，那我是第一个。Hello。哟，好久不见。这是一个教室啊。嗯。你知道回到这种环境第一个要做的事是什么？什么？睡觉。哦，今天有很多个同学是吗？1234567891011212个，总共坐满12个人。嗯。13个人。Hello。Hello， 迪哥。哎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我还真像老师，这是校长。学生们好，老师们好。那校长，我们这学期呢，这个班就我来管理了。我们今天都是同学，好不好？只不过我跟宝强哥留级留了大概20多年吧。我先找个地儿坐。今天有好多个位置，这是会盘。那我坐这儿，一览无遗。Hello， 哎，不是门把锁坏了，一来就把门搞坏了，是不是？这位同学，自己多交点班费啊！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孙科吧。小曾也是四川的哈，是不是？我是泸州人。泸州嘞，四川泸州嘞。选一个座位，我坐这里。好。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欢迎，哇塞，英语 Hello。Hello， 欢迎同学们，随便坐，随便可以坐这儿吧，你坐这儿。那我按我以前在学校里的状态吧，坐第一排。心雨姐今天在电梯里惊艳到我了。啊，没有啊，你没认出来我啊。我看了几眼，哇，怎么那么漂亮？本人比上镜更好看。你惊艳到他都不知道敢不敢喊你，就是那种害怕有气场。根本不敢啊，对。我那时候在学校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就是比如说我这样的在那个走廊上走过的时候，大家都要退避三舍。对，基本上前面是没有人的，就在两边。主要你不笑的时候可能是属于冷脸那种啊，臭脸。臭脸王。而且我从5年级就长这样了。Hello， 温姐 ，Hello， 欢迎 Hello。坐这里吧，坐第一排。啊，那好吧。学姐的样子，学姐。成绩好的都往前坐。那我们这是幼儿园的吧？我们小时候的桌子大一点吧？你说。我们那个年代吗？我们就没有这么好的桌子。我跟宝强是一个年代，80年代。我们的年代比这大吧？它是木头，比这个大。一个两人桌，画3八线那种。对。我们连凳子都是两个人坐的。那你那时候有没有这样过？我跟你的同桌这样。这样挤？怎么没有？当然有。现在太独立了，以前男的女的都能坐一起，然后还得画这个，男的也得画一下。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。对对对，如果惹同桌生气了，那个修正液都不让你超过界。我们那时候没有修正液。小八。Hello。我带了新朋友来。同学们好。Hello。聚辉还是好。啊，那我先自我介绍吧。哎，那行，你自我介绍，前面讲台上。同学们早上好，我是来自中国深圳的文俊辉，然后高中的时候跟陈哲远认识的。你俩是什么同学？还是高中同学吗？我们都是深圳的，对，所以不是同学，是那个我的发小是。哦，反正有认识，共同认识。对对对，共同朋友。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转学和大家认识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欢迎来到。我热情的像本校生一样。我热情。怎么你俩老乡见老乡，你俩没事，这有啥？报告，大家好。好，大家好，恭喜大家毕业了。所以呢，我来今天给大家发一下我们的毕业证。好，王宝强，拿您的毕业证，谢谢。
我毕业了，终于毕业了，不容易啊，宝哥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终于，迪哥，迪哥毕业了，哇，好，陈哲远。谢谢，恭喜你毕业了啊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荣誉校友。大家一定要拿好，我要公布本期的主题了。本期的主题就是，这是一场毕业生的热血之旅。热血，热血，哇！在最后一次旅行中，大家要为节目拍摄一支 MV。哇！各位同学呢，将以两个班来进行此轮的 PK。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手中的毕业证书。环游班。哦，这有不一样的。哪里看哪的？有红的，有黑的嘛？红的是一对，黑的是一对。我是红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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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的。红的就是青春班。咱们一班的环游班。今天呢，我们会遇到一些挑战，所有获胜的那一组就可以争夺 MV 里面的时长。哦，然后呢 ，MV 的就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曲《青春就这样》，一共时长有3分钟，大家要去努力争取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河南保全旅游度假区，这里风景秀丽，也是许多毕业生愿意来的地方。哇哦，这里也属于新乡辉县，这是一座有3000多年历史及壮美的太行山水和厚重文化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城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里，然后今天请大家开始你们的毕业旅行吧。呼唤，轻呼，哇，好美啊！好美，风景好好。哇，这真的好美哦！哇，这个下面真的超级美，你们看到美不了，姐，恐高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真的恐高啊！真的恐高，没有，它真的很漂亮，是碧绿色的。对，真的，我已经震惊到了。对，哇！清华，我想做美术老师。哇，好高啊！篮球组怎么还不来啊？来，活力起来，跑起来，朋友们！活力，别在那里玩了。几点了？活力一点。他们组一看运动表现力就比我们强啊！你们是文科生，我们是艺体生。哎，我们的组合名字还得赶紧得定了。嗯，青春互怕互，尴尬谁怕谁？哦，不要互怕互，真的好土哦。啊，可是黄奕老师唱完那首歌就是互。真的吗？黄奕的态度互怕互，最潇洒的风度互怕互。哦，真的吗？两位跑去占道吧。哎，呼巴霍不是我的歌吗？对，就是 Q 一下你的歌姐。我们是青春拦不住，打篮球的吧？啊，青春拦不住可以，青春拦不住。你是我的树，我们爱吃素。什么最有态度？我们有态度就行了，好吧？我们好了啊，你们来吧。我们是青春拦不住。我们有态度，嘿嘿，让你们看看我们的态度。来吧，行，我们是青春不怕不尴尬，谁怕谁？不押韵，你怎么忍下来的？说唱歌手，我们今天玩尬的。我们不怕尴尬，确实怕了这尴尬。欢迎大家来到第一个毕业旅行的地方，河南保全旅游度假区的祥云观景台。祥云观景台，对，它就很像一个七彩祥云。好漂亮啊！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观景平台。哇哦，我的妈呀，透明呢。哇，好吓人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区域叫做步步惊心。步步惊心，
这是位于悬崖边上的悬空木栈道，你们可以与悬崖峭壁近距离接触，体验心跳加速的感觉。这是什么呀？好可怕、啊！还 OK 的，我们都已经互怕互了，怕啥？对对啊，互怕互，尴尬谁怕谁啊？谁怕谁？但是这个怎么玩？看起来很恐怖的样子。啊！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《青春无所畏惧》。青春无所畏惧。我们点题了。然后这个游戏就是一个比划一个猜。青春无所畏惧游戏规则：各组派出两名成员，在下方步步惊心区域用动作比划或语言描述题目。其余成员在上方祥云观景平台进行猜题，限时五分钟，答对题数多的队伍获胜，可赢得一分钟的 MV 出镜时长，输的队仅能获得30秒。一分钟我们六个人一人10秒吧。最近短视频超过30秒不看。还好咱们是长视频综艺节目，没事。好吧，镜头多戏份多的意思。对对对，露点机会多一点。一分钟，我们要赢。哇，那个在那个上面比划我，咱们这里边胆量谁小，可以先让我。我胆量最小，宝哥。谁比划的？我比划了，我猜我特别巨笨。我可以比划，我可以比划。我猜的不厉害，但是我可以猜。宝哥，你那句话让我干懵了。我们这是尬的，谁怕宝哥？这一队规则听懂了吗？没有，要分人了。宝哥，分了分了。哪两个人比划？我们两个。对，就是谁来比？你们决定先还是后？我们先，我们先。等一下，对，我们等一下，对，等一下。我们先讨论一下。闭下嘴！老师，上东西，上东西。对，话听完，我们先讨论一下。我们先讨论一下。OK OK。我们肯定要吼，我们先看看这个游戏怎么玩。不是，先来就先来的好处。好在哪里呢？先来呢，你我的反正都是各有各的好，先抢先。那我们就我们先了，宝哥。对对。好重啊，这个。越重越好，越有安全感。你不说 red 吗？压个运 ，diss 他们。青春拦不住，真让我想摸摸。行，你们的人上去绝对不会有一个人尖叫啊，就是咱们就是挑战他就行了，对吧？走，走了。哥，你还好吗？哥肯定不怕。我在中间两边扶着你们。啊，不行，你怕你得在中间。我在中间，我也不敢拉你们俩呀。你俩谁到前谁到后？我可以在前面。哇哈！哎呀！哇哈！哎呀！我看都不敢看，我天哪！哇哈！哇！哎呀！还可以，我发现我不恐高哎。我也发现了。站在这儿看宝泉的山水完全不一样，感觉是不是很漂亮？非常壮观。浩帆，你没必要为咱们节目牺牲这么大。我就来一期，我不表现一下，我只能什么时候再看？我教你啊，高的话你就不要往下看，看远。但我一会儿看题，我得往下看呐。你看咱们每次就上这个有啥感觉吗？就像西游取经似的，取不了经，一步一步的。哇、哦，你往下看。哇、哦。会有反应吧？有反应，有大反应。你们不感觉地是软的吗？还是我的腿是软的？不，你的腿是软的，没事。太快！哎，太快！来，哇，步步惊心嘛，来。我的表情都没有了。步步惊心。哇，这太惊心了。哇。哇，你看着走，哎，哇，不是严琦啊，严琦，你别让你睁开眼睛往下看看，感受着，体验一下。我背都出汗了，哎，这种反过来的感觉，一定要体验这种感觉，你看，一点不好，感觉在半空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里离地面太远了，我腿开始软了。
来来来，一波，还没到吗？一波，我觉得这是体验太好了，这个体验。就是人类是一种很伟大的生物，它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适应性就很强。我得靠着边走，我得靠着边走，靠，哇，靠着边，靠外边，靠外边。稍等，站着，我们往下看一看啊、哦，我们想象一下啊，哇，哎，站着，你过来体验一下。别啊，真的，来一步，别靠太近，别靠太近。啊，这边吗？你去，我真的。你往这看着。我就要哭了啊！又不能想象，我就感觉就要跳下去的感觉。别想象了，他们在哪儿啊？你们好，我在后面。在这里，哎，你们还好吗？还好的，这里在这里。我现在宁可在下面还有绳子，你们能看到这个词吗？能看到，看到了。我等不了你了，快吧，快开始吧，我一秒不想多待。期待你们精彩的表演，二位。倒计时5分钟，开始。天龙八部的四个字，就是古装戏里面有很多很厉害，走起来。看我的动作，在水上可以。看我的动作。凌波微步，凌波微步，凌波微步。好猛呀！你们微博快点！等会儿在下面的人一定也要这样子啊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 ，Come on！ 还有下一个！哎哎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哎哎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姐，快过来！我们下一个。凌波微步，哎，不是我看着他，我就是突突，我看着点啊，我好恐怖啊！天涯共此时的上一句有没有文化？宁愿其实哦，那是天涯若比邻。我们的一个城市叫上海，海上是宁愿，海上若比邻，海上是宁愿。对，下一个。不是，我在干嘛？救命！我不敢往下看了，快。郭芙蓉。什么郭芙蓉？排山倒海。对。哎，什么？快走。快走！你太猛了吧你！我真的不想多待，我真的不想多待。大学毕业，我们要写报告、论文、毕业论文。下一个。哇，不，他给你跪了。就是反方、正方，经常要互相的吐槽。这属于一个辩论。对对。最后一个字。辩论赛。什么团？什么团？女团，辩论团，不是。对，换一个词。辩论什么团？哎，这是什么动作？这个什么？弓箭。辩论社。对。不，他们用时短，他们挺快的。宕机啊！爸爸的老婆是谁？生你的人是谁？生你的人是谁？听不清啊！听不清啊！他们听到吗？五个字。哎，他们怎么不说话了？哎，你们怎么不说话？五个字。然后，啊，爸爸的老婆。爸爸的老婆叫妈妈。妈妈什么？表达一个。五个字，妈妈。妈妈，我爱你。答对了。妈妈的爱，五个字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对，下一个。好费嗓子。七个字。黄奕老师拍过的戏红遍了大江南北。这第一个字是下的反义词。上。对。上错花轿嫁错郎。嫁对了，怎么能全错呢？别让我老嫁错啊，想不想？上错花轿嫁对郎。嫁对郎。对。看得出来，我为了不在这儿待，我真的疯了，太高了。最后30秒，就是宝哥，你跟杨哥的那个组合。宝哥，你的最后一个字，王宝。强敌。
强盛集团，强盛企业，强敌企业。哎呀，快放我走吧！疯了，这孩子。就是我们俩，我们一黑一白。五，一黑一白，一白五成，我是一个冰箱，冰箱平牌。啊，还有兄弟，对，时间到，对，哎，他们是不是对了好多个？打挺多的，打挺多的，咱们要追上啊，咱们可以的，一彤，你可以的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皇帝扶你回宫，哎，我是老佛爷了，我这。哦，本来还想美美的在风吹着像仙女一样，结果一上可以。啊再老一点，对，下一个。哦，平时来旅游都会来这种地方吗？对啊，我跟明浩经常是那个去爬山啊。我们的生活太老年人了。你们这组真的有一个猛将胡浩帆。天龙八部里面四个字。你们在上面什么感觉？疯了！我说至于吗？好吧，一个活儿太拼了。你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。太拼了，多看看节目，多看看浩帆，真是的。那我们就先上去了，来起来啊！来，注意安全。青春无畏，安全就好。有态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最擅长就猜，我猜词儿一绝。非常好，明老师，加油啊！我觉得还好，不害怕，就不看下面就好。你在比划的时候就忘了，但是你的脚不要乱动啊！擦得那么干净啊！你看一眼，你看一眼，这还行？还好吗？都没感觉。哎，我有点出不去。行，你们的人上去绝对不会有一个人尖叫啊！迪哥，不要演。哎，别的队友呢？哦。加油！陈哲远，别怕。把上一期嚣张的样子跟他做个混剪。说真的，我们不能输，我不想做那种搞笑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好了。太吓人了。加油，来吧，我们可以了。来吧，倒计时开始。迪哥，第一个词，你刚刚说你做什么都害怕。四字成语，交通工具。飞机，直升飞机。对对，那个工具把它倒过来念。鸡飞蛋打。对。哇，厉害啊！但迪哥很哇，迪哥厉害。哎，那个欧豪，你是我的神。这么快？四字成语就是形容一个人混得特别好，然后就是非常的自在。风生水起，鸡犬升天，就是他像水里的什么一样，如鱼得水。对，广西啊，广西的吃的，螺蛳粉。好，哇，好厉害！迪哥猜的很厉害的，他就像字典似的。我去下一个，咱们挺快啊。你说，我听得到。形容一个人特别没有眼界，然后就如同什么一样，鼠目寸光。另外一个动物，井底之蛙。对，迪哥就是他能联想，迪哥的梗玩的对，而且他们这个战术好，哎，一个前一个后。我先看下一个，第二个词，那个家用电器三个字，电冰箱、电饭锅，把那个水果打成榨汁机。五个字，我们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宝宝，贴心小棉袄。那个小巴和王哥的一个黄色的什么？长大点声，我们干扰他们的声音。哇，啊，什么宝宝？亲爱的宝宝。哇，太好了！这个是这个，最棒的宝宝。闭嘴！
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一首歌，就一首歌。山路十八弯，这里的水路九连环。别说话，大声的反应。翻跟斗翻。啊！你们不要再说话。你们不要说话，完全听不清。重的反义词，重重重重。让我轻轻的告诉你，轻轻的告诉你。他们太坏了，在那唱歌。不是，你们真不能说话了，一点都听不清。就比如说，一个女生在一个男生面前非常的他去南非，一见钟情。不是，这个是什么？飞。这个是什么？什么动物？什么动物？鸟。对，什么？大雁。大的反义词是什么？小雁。小鸟依人。对对对，小鸟依人。哇，没事，咱不急，慢慢来，可以的。哎，小饼卷大葱，再烤两串肉。小饼大葱够，芝麻烧烧烤，时间到。对对对，芝麻烧烤。走吧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他们找到了这个游戏的 bug， 对啊，在那唱，我听得很大声。张延琪为首。啊，嗓子都要吼劈了、啊。我们是不是太坏了？刚刚你们喊得太大声，我给你带了颗润喉糖过来。我们是在给你们助威，发现没？刚才你们真的非常成功的干扰我们。You hot, my hot， 我们是给你们示助威，助威。宝强哥说这么多，你就说你刚才喊没喊吧。我一直在助威，就是希望你们加油，就是希望你们加油拉拉队，那必须喊。好，我们两组的挑战都结束了，接下来我来公布成绩。其实前面一组是答对了九道题。我们呢？我们十道以上了。不止，我觉得我们十三道题。啊？啊？什么？你们答对了九道题，打平了，所以各45秒。其实刚刚的整个游戏有一个人表现得特别特别好。谁啊？哦，浩帆，浩帆。哇！那一会儿给他两碗米饭。当然呢，也要祝他今天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，我也感谢大家对我的生日祝福，我们的第一个词“凌波微步”就送给你们，希望以后你们在事业上都能够凌波微步，凌波微步，没有任何困难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去到下一个场地吃午饭了。好，对，让青春鲜活一场，一步俱乐部走一步是一步，走，吃饭，吃饭。这边有鲜活能量站，大家快过来。刚才我们在高空玩游戏已经消耗了很多的能量，我们一起喝一瓶越鲜活，鲜牛奶又好喝又鲜甜，还有很多活性蛋白，每天喝一瓶可以补充很多鲜活营养。好，来喝一个，补充一下营养。干杯，干杯。补充完营养我们去吃饭吧。吃饭了，我好饿呀。我们之前节目录制的时候会有那么简单就能吃吗？不会简单让你吃到的。我们青春环游记的午饭呢，一般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吃到，所以今天我们会用什么方式吃到呢？我请导演组把我们菜单亮出来。哇，好期待啊。这个好玩，耶、yeah, ！这菜不挠，哎呀，可中。这菜不挠，可中。这个可中，什么派场？有一些怪菜，是不是啊？对的，还是蛮多的。孜然果冻，孜然撒在果冻上。导演，那个西瓜炒五仁月饼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西瓜炒五仁月饼。
每队派一名队员扔骰子，两队根据自己扔到的点数可获得相对应的菜品并吃完。若扔到机会卡，则需选取一张机会卡并完成卡上的内容。若有一队扔到骰子的点数回到或超过起点，则该队午餐时间结束。来吧，谁先扔？他们先吧。啊，你们人多。一、二、二、四和五都行，二四五啊。来，二四五六都可以。一、一、一、一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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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小米炒牛肉可以，也可以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哇，现场做哎，拿到了一个大菜。我觉得小米炒牛肉好吃。对，下饭菜。哇，我第一次遇到这种现做的，好爽啊！我们好像那种大学生守着大排档啊。我觉得好香啊。哦，好香。快夹快夹，不然来了。嗯，真带劲儿。咦，真香啊！真种，好香啊！咦，真种。嗯。哇，这牛肉怎么那么嫩啊？下面该我们这儿了。好翻吗？我先来吗？上。第一道菜啊，就看能不能吃到，就看你了。一二四六，一二四六，五行五，只要不是五，你赚到什么我们都不会怪你的，没关系，只要不是五都可以。哎，一，五，都不会怪你的。Yes， 多吃水果和蔬菜。哎呀，好咸！黑暗料理，哎，感觉不错哎。阿俊是已经饿疯了吧？不错，你们先吃啊。舌尖上的中国，舌尖上吃吧。豆瓣酱，谁吃谁红，赶紧。莲藕在哪儿呢？有吗？这个红莲藕，谁吃谁红，火龙果，红红火火。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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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干了。好红啊！红火火。哇，真好吃，这火火，好吃，好吃啊！真好。这样应该不错，他们这边还可以，它就是藕加豆瓣酱，对，长得像火龙果，所以叫火龙果棒啊。哲远，来来，哲远，二，太行牛三宝，先苦后甜。哦，你看那个，它那个粉色的都是不好的菜。二，三，二，一个三，快来三，三，二，快来三，二，一是啥呀？收卡，食物转移卡，可在本方获得菜品时，将该轮获得的菜品转移赠送给对方。啊，这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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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抽到难吃的菜可以赠送给对方。他是抽到了一次整我们的机会是吗？我们谁来？嗓。赏，生气，赏吗？赏，想要几？四，直接来个一吃牛肉，直接来个一吃牛肉，四。四。
光了，哎，我们俩真的哎有点魔力在里头的呀，哎，哎，哇，我再做法。苦瓜，哎呀，中间是香蕉。这是今天最经典的一道菜，就是鲜苦后甜。苦瓜清火，香蕉助消化，这不要太好吃。鲜苦后甜。生苦瓜，生的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生苦瓜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就是有那个苦和甜的那个味道。它的味道，它的甜调是那种有一点苦苦的、深深的，但它到后调的时候，它有甘甜涌上来。黄一姐，一太行牛三宝，一三五六都可以。来，三二一。一在你右手边，一在你右手边，一一一，退退退。鲜苦后甜。碗里怎么居然多了一颗？我们有一张这个卡，机会卡，机会卡，机会卡。啊，给他们吃。嗯，什么？是再给我们一份？我们刚躲过。本方获得菜品时，将该轮获得的菜品转移到给对方。食物转移卡。耶！你看，你看，安的是什么心？哎，这有啥？这有啥？这别往嘴里吃，真的。这一口。怎么样？加上酸甜苦辣，真的还可以。你吃辣吗？吃。堂堂七尺男儿，不蘸个酱吃，我是人吗？我。我们组真的太拼了，真的从凌波微步到现在，反正他们组是体会不到酸甜苦辣的滋味，人生就是需要酸甜苦辣不同的味道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宝哥到你了，必须报仇，必须报仇。你先来吧，韩磊，给你这个，来个肉食，你给你机会，甜了，要急急，来，干。想要挤，哎，没事没事，现在都行，随便摇，姐，随便摇，现在都是好的，没有坏的啊，那无所谓了，我们非常的随性。一耶，香酥野菜丸，三，哦，米饭，哎哎耶，机会卡，糖醋排骨。我是西红柿炒鸡蛋，是在食物抢夺卡，一，喂，一来了来了，哎哎，食物转移卡，六，干炸桑叶。来，你们继续。其实我很想吃掌中宝，一赚到他就拿走，对，他会拿走的。但是早晚他们都会有一次机会，就随便，反正把他的机会消掉哈。你试了几？一啊。一。哦哦哦哦！我又施法又一。哥，你今天说祝我成功，绝对成功。今天我们拔得头筹，变得越来越好。这么多啊，许愿来着。好，祝你越来越好。祝我健康，祝你健康快乐平安。祝我爸妈再活500年。祝我爸爸妈妈也是健康快乐。那么多许愿，给他们吃吧。这样吧，我吃一块再给他们，好不好？你想吃就吃。我想吃。哎，他们尝了之后应该不能给我们吧？对，尝了之后就不能给了。啊，直接给他们，不吃，先伤肚子伤胃。食物转移卡，孜然果冻。我们从那个先苦后甜过后，就再也没有甜过了。
哎呦我的妈！好吃吗？就像香水打倒在火锅里面之后，喝一口火锅汤。那我不吃。你们可以继续了。我去。宝哥，要几？鱼香肉丝。法师，来来来，法师给你试吧。一块叫五。不是，留一点，一会儿我们还摇呢，法师。杨迪的蛤蟆功根本没用，真疯了，根本没用。三，三，一，三。别别一，别。我一五五。我一五五。一或者五。祝我团在中国开，在中国开演唱会，好吧，演唱会圆满成功。来，继续，我来扔，我来扔。哲远，二啊，二是吧？我们扔个二，干炸桑叶，他们不会要，我们吃了也不亏。二，二，翻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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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迪哥把自己后半生的运势都用在了这么一盘甘草桑叶上，刚才已经反物理现象了。翻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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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上来。迪哥，迪哥，迪哥，我祝八角龙中大卖，八角龙中票房大卖。谢谢迪哥，谢谢迪哥。好认真，在我这许愿，一直许。你后面还有一个。你干什么？要把我的运势榨干。好了，你们的桑叶来了。你们要不要干炸桑叶？啊，你们吃吧。结束就没机会了，要走到起点才结束。待会儿他们就扔个三就结束了。他们扔到好菜，我们就抢回来。对对对对，吃热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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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把我们的运势都拿出来吧。一，一，一，三三三三三三一，三就可以，三就可以。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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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啊！三三三三三啊！哎，什么？啊！西瓜炒五仁月饼。我们怎么一直吃？绝了，绝了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走了，再见，我回家了。好像这个棋盘上所有埋汰的菜你们都拿了哈。哎，这个一定要吃，火龙果莲藕，哇，真好吃！苦瓜和香蕉，不蘸个酱汁，我是人吗？我孜然果冻，就像香水打倒在火锅里面之后，喝一口火锅汤，就好这一口夹西瓜。疯了是吗？我们已经疯了是吗？疯了疯了疯了。我闻一下。哇，是真的好臭这个。天哪，今天下午你们的嘴巴就是这个味道。哎呦，到我们了。我们三三三三三六六五三三两三一，机会卡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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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机会卡要分享一个什么了？估计聊聊大学时期收到或者送出的第一份情书，回答吧。来，弟弟，你来聊一下。我吗？对，我的话，我在上艺术大学的时候，就是有收到过啊。但是是在我睡觉的时候，那个女生找了她的朋友，然后在我睡觉的时候放在了我的枕头下面。那你回了吗？没有回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想专心跳舞。好乖哦。
那我摇了，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，法师，哎，法师，先别跳，先别跳，你要真摇出来个六，今天我自己炫完。你是要干什么？这还能摇到六了？迪哥，我跟你说，你亲了他，你亲了他，他就没脸见。求求你摇到六，节目组剪辑到六。我不信，我不信我们这么衰。有些时候话不能说满呢。六，你已经没脸见人了，肯定不会是六。一定可以的。六，综艺，六，你先扔出来。火龙果，六，五，哎。没有你拯救不了的节目，我这辈子就录节目了，干不了别的事儿。没有机关，没有机关，真的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别躲了，别躲了，有遥控器是吧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六，你为什么想不开？你这个老六，你们有什么戏？什么戏要宣传？你不能再缺席，你一席都不能缺，你知道吗？太吓人了，这个节目没有你不行了。太吓人了太恶心了吧。第几次了？四。我们扔个二，干炸桑叶。来了，哎，你试了几？一呀。这给你试吧。一或者五。1、2、3、4，1、3、4都可以。4。怎么回事啊？剧本都不会这么写。真的没剧本就摇出来了，太巧了。六个数字你摇一个。给我办，我给他吃了。他们还说都要加上。红中带紫，吃了个大火。我现在大火，大红大火。我现在大火，别在厕所里面出红就行。我们真的是从哪里跌倒，再从哪里再跌倒。要起。这把无所谓，因为这把是些好菜，都可以，只要不要是六就行。六不是起点吗？不，六是西瓜炒五仁月饼，不要六都可以。对，别的都无所谓。那简单。Oh my！ 好。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吃这道菜。莫凡，你人不要太好了，我这两杯还没吃完呢。你对敌人那么仁慈，对我这么残忍，不允许拿过来，转移过来，我要疯了。自作自受，谁还不是个忠义之神了？你在跟我抗衡吗？菜来了，哎，肉来了，这就是酸苦辣之后得到的这一口肉，跟他们吃的都不一样，对，太香了，这是幸福的味道，嗯，好好吃啊，炒西瓜真的绝了，就跟毕业之后刚到社会上的迷茫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为什么？这个菜跟这个我们的主题有关系的，毕业了，你未来要遇到很多，你遇到很多很多的坎坷和不顺利，对，很不一样，升华了。这顿饭吃的太值了，太了，晚上再分享吧。你们还想吃什么？米饭，给我米饭。来，施法，迪哥上。用太多眼皮。你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。
这你得让他自由发挥起来。法师，起来，走，五。真的觉得迪哥真的太厉害了，但是那几下也是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运气、意念，就是人的运气都是有限的，不用在不一样的地方。还给我，快点，你吸那么多。好的，午餐小游戏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去体验一下高空索道吧。咱们在这边 ，Hello， 你好，哇，终于可以做这个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乘坐的是宝泉崖天下景区的落斜速索道，请上空中巴士。好期待，好期待！呜，这么多人，分两批吧，要不？进来呀！要匀一下吧，不然我怕重量。啊，这个可稳了，我们抓稳了哦。让我把地板上的五个玻璃窗开启透视模式。Say what？ 透别透视啊，透视。我们不能躲避恐惧，我们得面对恐惧。躲避。哇！怎么这么倾斜啊？啊，加速了啊！哎呦，来了来了。保全，保我安全。人美景美，太热闹了。到了，这么快，慢走啊。太美了吧！看到这些大自然，觉得我们真的好渺小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张总好，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在这里相遇。我是河南宝泉旅游度假区的负责人张海明。嗯，听说大家这次都是来毕业旅行的，没错。嗯，对。其实呀，我们这个地方是很多毕业生都会来的地方。哦。因为这个地方呢是800里太行最精华的部分。我们宝泉这个地方啊。既有碧水丹山的壮美风光，也有魏晋名士的行迹所在，更有竹林七贤的精神文化。这次青春环游记的同学们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宝泉，走进宝泉，真的值得一来。碧水丹山，毕竟宝泉。坐车咯，走。哎，那你青春的时候你跟你妈关系好吗？巨好。巨好啊。对，没有叛逆那些。有叛逆期。15、16、17、18、19岁。15、16、17、18，整整五年的叛逆。对。这地方感觉还不错哈。嗯。带上爸妈过来看看，这个风光也挺好。从工作中抽离出来，然后去外面走走旅行，也是有不一样的感受。现在北京时间可能是中午，可能是下午，但是呢，在瑞典是还没有起床的时间。是的，就每个地区的节奏都会不一样。但是每一段旅程，每段青春都有不一样的人生时序，我们可以慢慢享受。就感觉这旅行的过程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，或者自己跟这世界对话的过程，可以来体会一下世界的多样性和神奇。最主要的是可以一边坐着我们沃尔沃 XC60， 一边把向往的远方变成去过的地方。只看风景，不问脚下。
下车了。抱拳大峡谷一世闻名，五步一潭，十步一瀑的美景如诗如画，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体验这里特色的水上项目。今天就一起来感受这里特色的水上项目——香蕉船。我们是要上这个吗？它是用一个快艇拖着走吗？我在三亚坐过，特别特别晃，我上次玩就摔下来了。没事的，你穿了这个，你再怎么挣扎，他都脸都不会下去。对啊，是吧？是吧？是的。主要我从来没下去过，不知道。不会的，快讲讲规则吧，张燕琪迫不及待了。好，各位，这是我们第二次考验争夺 MV 时长的游戏。本次游戏考验的是团队的配合、勇气和反应能力。香蕉船游戏规则。五队成员们需坐香蕉船到达出题区，船上的导演们各自举起题板，题板组合起来为一道算术题。回到出发点后，成员们需算出题目答案，用最少次数答对的队伍获胜。获胜的队伍将获得一分钟的 MV 出镜时长，输的队伍则只能获得30秒。本环节已安排专业救援队，随时保障成员们的安全。我锁骨的原因，目前做这个可能还有点负担，所以我就不算数了，我坐在前面。行行。所以你们需要一个人记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，然后加起来。对，好，按坐的顺序嘛，待会儿。对，一二三四五排好。就记住自己的那个数字和后面那个符号，明白了。那谁知道自己记第几个呢？我记第一个，你记第二个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这样记。说不定是四个人，宝哥，我现在心里。没有想好，我先看一轮。我对数字特别晕。没事，不用担心，数学我最好，我强。我们第一个，对对，哎，我们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哎，你们去试个错。好，好，我在岛上替你们参谋啊。我第一个，明白。对，上去就按坐的来。我就坐这儿了。哎，数一下，杨迪，你是一，你是二，我是三。好吧，你是四五，准备，准备，等一下，二，别太快，别太快，出发，这有点慢啊，速度，我以为多快呢。张一彤，你害怕一点。你们那边不进水吗？进啊，全是水，注意点看啊，哪儿出数字啊？没看到数字，感觉这个船都要沉了。哎，船要沉了！哇，这个船！快把水放出去！老师，船要沉了！不是，拉回来一点儿。太吓人了！出去了，出去了。什么东西啊！哇！哪有时间看数字？哪有数字呀？什么数字？哪儿啊？哪有数字？哎，有有有！哎，它是同时举出来的。要拐弯了！我看第一个。哎，一百，哎，不对，785。我是785，我是785。先给小八讲，785+295，785+295，185+295，185+295，减102，减36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加915，我记785就好了，785加多少？295，785+295。我是减102，我先算前面啊，785+295啊，295，写零进一，零，不是哥好像没那么费劲，咱就减285的话，你是减啊？对啊，785+295，减减减。减减
还好，除了发型有些凌乱以外，看起来还相对比较安全。开始算，总共小得了。785减295减295，我是490，我们俩的那个是490减100减102，388，减4，426，426，负38，八，加915，877。是877吧？你是185加295是吧？请作答，你们的答案是877。877。错。啊？我们模仿一下，我们现在每个人给自己想个数字。100。加120。220。哎，这一组，你们在录别的节目是吗？没有，我们在练习。我在为了我的生命做练习。那是咱算错了，我觉得我们没有看错。你们就看自己的一个数，把它看牢了，好不好？对。哥，我上来了。3、2、1，出发，第二圈。这次比刚才适应一点了，知道他最终会排出去。刚才以为我们这样子往整个往下走了，快点，他加速了。哇！哇！抓完！哇！785，加295，减102，减102。对呀，对呀，102，对呀。785，加295，是加295，哥，我就说是加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别说是加，你说是减，我就懵了。那行了，我们这一圈应该能算对了，算一下，看一下，785加295，零进一，减102，426，最后是多少？915，加915，1567，1567。567。答对了，确定吗？确定。错。算错的，看没看错了。我们在干嘛？记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应该是算的。要不然脑袋有问题，要不然记忆力有问题，要不然眼神有问题，反正是有问题。数学体育老师教的。785。一彤，给你一支笔吧，要不给你一把刀，你往上面刻一刻。下去了。他们是不是就想玩这个项目，舍不得下呀？觉得是个免费项目，一直玩。来，准备。3、2、1，出发。一彤，抓好点吧，别算了。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把数字记错了，一定要记住自己的数字。对，我们2圈以内绝对可以。对，他们传的方向不会变的，就靠我们这边的是第一个。对对对，我们这组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，我1圈就算对。哇，我们好厉害哦！但我们还没上呢，姐。就除了还没上以外，我们好厉害。所有一切都是预想。785加295就是300加780嘛，300加780，1080嘛。1180，两个一，700多加300多应该是11了，1180，785加395，对，1180，1180这儿都没错了。哇，垫底！水班长。一次，满脸的水趴着。我们刚说的1567，说错了，所以应该是1657，对吧？1567应该是1567。没有看错吧？加915减426，102，95，785都是对的呀。
算错了。七八五加二九五，等于1000多少？没有1100，是吗？七八五加2295，等于1000多少？那就是1080，不是1180。1080，那就是1467。行，1467，1467。前面算错了，丢人不？一直给我强调，你说700多加300多，哪有1180？你说1180。785减295，785加295，零进一，1180。迪哥这个数学是，数学真差。主要迪哥表现得很淡定的感觉，很有自信的样子，就觉得我们都没有怀疑他。没想到，怎么头发全飞了这次？你们找的哪家那个发型师啊？这一把不一样了，他把水溅起来了。哇，这脸！好，那我们确认一下你们的答案。1467。恭喜答对。Yes。终于对了，就你这算错了。我们一开头就算错了，就是你这里算错了，全失了。你们的成绩是3圈哦。我不会上船就掉下去了吧？你俩坐前面啊，前面最安全。1、2嘛，对吧？1、2、3、4，对。你哦，对，我坐后面。你坐后面。怎么上啊？因为我都迈不开这脚。你把他给那个弄上去。你是前面。你不是第二个？我第一个，第二个。哇，张延齐，你还坐第一排吗？第一排安全些啊。第二排当中才安全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一圈搞定。没那么紧张，放松。加油！张延齐，你要看，你先习惯。我看，我会看的。你习惯。为了团队。哇！天哪！哇！天哪！天哪！再快一点！干嘛？你干嘛？打的，我们要不多来一圈吧？一会儿我下去了，你们再玩一圈。看，第二个，2、3加370，2、3、6加370，2、3、6加370，等于606。又在挨水巴掌了。我们怎么样可以干扰他？好像干扰不了。不是，他们回来的时候骗。对，回来的时候。回来以后你就说数字就好了。嗯。7、8、9、3、9、2、636，300加，来这个就行了。606减。我没看清楚。胡浩帆。我就是看了你们的数字，我我都傻掉了，我接下来。你要给我换位吗？不用，我接下来只看我自己的数字。张延齐什么感觉？还行吧，我都不知道是泪水还是这个是泪水。236加370，后面没有给我。652，135。别问他们。888，是不是负数啊？350。我们再给你们那个呐喊助威，我们听一下他的答案。我们没有答案，我完全没看见。一圈搞定，再转一圈吧。杨迪，他是我们队的吧？生日快乐！没有，我真的没看见。
OK， 你是第三个，你一会儿记住。我们这边是606，我们从第三位已经结算了啊。好，从第三位开始算，我们一会儿，你们都别记前面两个了啊。预备，出发吧。我说三十，三十。我给你一点水。三十六加七十等于106。对，所以再加上刚才那个500，606。第一和第二位我们算出来了，是606。我不管，我放弃第三个。197减197，606减200，406加三，409，409加175，409加175，409，409加幺加175，84，584加147。584加147，731，731，先报这个吧，我们算出来了，126加33，666，我都看到了，帮你们算了，我看一下，我跟你们对一下答案，绝对对，我们的答案是731。很遗憾，答错。哇，是吧？你们刚才在岸上说自己是数学天才，我服了。你们智慧啊，智慧他也不会。友情提示，注意小数点哦，你们看清楚了吗？因为你们没有小数点，我们这里只有险不险恶，哪有什么小数点？有，注意小数点。我刚才是不是175啊？我加175，错，数字错了。来，第三圈准备，记自己的数字啊！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出发！1180，138加426，数点儿。前面是不是有个一？一玩游戏都成小孩了，是的。我们就按牌子来。对，记自己的数字。好。这把错了我们就赢了，对啊，最多跟我们打平，各位不会出错吧？十位哪出错了？我们刚刚百位出错了，少一点。哎，我可以提醒你们啊，他们是有一个人记错数字啊，那这样就好多轮了得。这种错，说实话，好大的错误，还到这个环节还有人记错数字，大概是我们的内档。我们来猜一猜是谁记错了呢？宝哥。宝哥，为什么要脱口而出？应该不是吧？小八觉得是宝哥。从把那一圈人都在脑子里面过一下，发现好像只有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在算的时候，宝哥也在那儿坐着假装在算。这个好好笑，半天没有说出一个字。哎呀，这次好猛啊！你现在还在抖吗？来了，记着牌子。啊，715，没有小数点。加715。啊，哥，你是715。哥，你是715。减197。36加370。没有错，就是606。你们是606。606。减200406加349，四零九加七幺五，1247721宝哥，宝强哥的表情相当之严肃，在那儿算呢。宝哥，来，请公布你们的答案。1271，刚不是700多吗？多了这么多呢？没有，刚才算错了一个数。宝哥记错了，700记成100了。我错了。数学我最好，我强。就是他是吧？那我们猜对了，耶！哎，对啊，我。
来，谁记错了？宝哥嘛。来，那我们重新确认一下数字，1271。恭喜答对。哥，我犯一次错，你犯一次错，我们打平了。来，过来，我扶你，他抖开。说了我会救你的，快快，可以往外走了，快快，可以往外走。说了会救你的，来，一步上来，好。张元奇，因为打平了，所以又要开始。各位，这一轮又打平了，就是我们主打一个 peace and love。这一轮呢，我们还是来一个加赛吧。啊，还要加赛？怎么加？每队各派三名成员出战，六人同乘一条船前往题目区，哪队率先回答正确，即为获胜。你们俩得上，还有一彤。啊，我你们离你们的数学科还近。我跟黄奕姐看，我俩看，三个人五个数字，朋友们，三个人五个数字，还是五个数字，两个记两个啊，两个记，你就别去了，你别去了，我，就是你们仨来，他不能去了，他不行，我也可以，为了团队，可以，明明就我已经拼了。相信我，我就拍你们三个去，绝对胜的。宝哥自动退出是吗？宝哥自动退出，还给人家出谋划策呢。这个要你们三个来，自己退出，听我的。等一下，这把你们宝强哥不上吗？为什么？我现在是军师，我要你当军师，我要摆兵布阵。我想让你上。刚才你们三圈多亏了宝强哥作为军师。六位勇士上船吧，上船 ，Let's go， 上船。先记好，一定要记好数字，你们。好的，宝哥，我一定会记好的。宝强哥，你连队员都认错了，对着我。就你啊，没事，随便。他过来不说，让我一定要记好，我一定记好。宝哥，宝强哥连队员都认错，对着我们的人，数字一定要记好，对着我们的人，在那说。我跟你讲，已经看到那个字儿，到那一转过来，这一咬破血用血，这一咬破血用血，晕水一下就冲没了。你别逼我来，真的。各位，3、2、1，出发吧！还是慢点啊，哥，我还在。记住。张元奇那样子有点帅啊，帅，全都帅，还帅。好方，快，我们都这样。有这样路的话，全都这样是吧？摩托车一样。不是这样，水呀！放！哇，这次变快了！我好快！哎，这里要甩一下，我知道。啊！我们队的全掉下去了，我们队全掉了。等一下，全是他们队的人啊。我们队赢了吧？我们都还加301加492加302加492。
加四九，加三零幺，加四九。还在计数呢，他好像。加三零幺，加四九，加三。哎呀！加三零幺。我们有看清楚数字吗？报几个数字出来就记。最后是加多少？那个一彤记得最多。一彤，加三，小声点。你们到旁边去，旁边去，这有一个顺风耳。行吧。各位，你们写下你们的数字，写下你们的数字。我看有几，有，应该有一个是。前面应该。301，392，301，492，加三零幺加。对，是加301，加四零二，加四零二。来说一下你们两队的答案吧，一起说。三二一，946，答案都错了，那就算打平吧。就平呗，对呀、啊，就挺好啊。可以，我觉得多和谐呀、啊。好，那今天大家两个考验结果都是平分秋色，所以各获得90秒的 MV 出镜时间。好，天色已晚，大家就回民宿吧。让青春鲜活一场，一步一步走一步是一步。同学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迪，我毕业于2008年。哇塞，好久远啊！你说的是什么时间的毕业啊？哦，我那个小学2008年毕业的。因为学生时代的我们可能很难去感知青春究竟是什么，但这也是今后无比怀念也回不去的时光，所以我们的月鲜活呢，希望陪伴大家开启每一段鲜活的人生。那在毕业季来临之时呢，月鲜活也祝愿毕业生们都能有鲜活又明亮的未来。哇，大家让青春鲜活一场，保持初心，坚守本真。好，各位 IF 俱乐部的成员，今天是我们的本期毕业旅行的最后一站，就是跟我们同学们一起进行这个毕业典礼。好，在这个毕业典礼之前，我们要进行一个小环节，就看看我们的俱乐部成员对大学生是否了解。节目组给出与大学生相关的选择题，两组分别商讨选出答案，由现场大学生举手表决，举手最多的选项为正确答案，答错的队伍需接受惩罚。请出题。是在最后访问瞬间，洗澡到一半水卡没钱了，破，肯定是低。现在论文都可以自己保存，这是时代不同了，朋友们。我觉得 C 是最夸张的，但是 C。很少会经历到 C 真的崩溃。 C 我觉得是 A 最实际。我觉得是 B。 我觉得是 A。 这都很破防啊。我觉得 C 气死了，真的是 C， 别的都好说，真的不会是 D 吧？只能是 C， 真的 C 真的是 C， 头发都能直。哥，我是 C。 C 不是，本来我在 D 上面纠结的，但是如果这样破防的话每天都在破防。哎， C 吧， C 太痛苦了。对，我真的觉得是 A， 是不是 A？ 我觉得是 B， 是不是 A？ D 是 C， D 绝对是 D， 绝对是 D。他们每个人都跟我说是 D， 啊！你们听张延琪的，玩都完了，哎！啊？什么？没有？你是 D， 你不要把人家现在的年轻人，你懂吗？你们不懂年轻人，你们不懂年轻人。来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我最年轻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那行，那相信你，相信你。地吧。
选 A 的请举手。哦，哇，哎，肯定不是。哇，洗冷水澡都没关系吗？选 B 的请举手。哎，不可能，怎么会没有人选 B？ 大家巴不得，巴不得。选 C 的请举手。选 D 的请举手。Yes！ 你们会后悔今天的。论文很重要啊，同学们。不是，论文还能再写，头发掉了就没了。头发可以直，论文真的很重要。你猜头发是怎么掉的？就是写论文掉的。哎，张延琪，让我看看你的发际线啊。恭喜宝强队获胜啦！来吧，我们过去让人拍啊。宝哥拍我，不能让他拍我。来，好，请看第二题。D 肯定是 D。C 啊。肯定是 D 啊，肯定你不跟你朋友联系了吗？不是，这个干嘛？毕业前啊，你上学的时候就已经留下了。对。喜欢的人你可以再喜欢，但是朋友不是你的朋友，你到毕业了你才加他，你也太不是朋友了吧？有道理啊。但是告白，你可能到毕业你都不敢告白。谁？首先排除 D， A 肯定没有， C 可能是每个人心底的事情，对， B 是大家实际会去做的，对， B 是吧？ B 这五二零啊，五二零，谁敢也是表白，我让他现场表白。选择 A 的请举手，七个。选择 B 的请举手，耶，这肯定耶。不一定，哎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选择 C 的请举手。没几个呀。基本都男生。选择 D 的请举手。最后行，我们认了。迪哥，哎，他叫你迪哥。你这会儿睡觉了？你不是这样的。在干什么？现在？哎，来，为了综艺。疼不疼？疼。没事儿。快点下吧，我们要赢，我要报仇。好，那我们第三题。的呀，肯定是的。 D D 的话你自己那几分你自己清楚，没什么好紧张的。 B 和 C 都值得考虑。 C 可以，我觉得 C 吧。那我们就 C 吧。我们 C C。 我觉得班主任在后面看是小学生最紧张。那是小学生，那个对门口是考试出成绩，好的人不怕，坏的人不在乎啊。好的人也紧张，因为我们已经有鸿沟了。不是你们选哪一个？我们觉得要么是 A， 要么是 C。我觉得不是 A 就是 D。那要不听宝哥的，我觉得。但 C 也很紧张。我觉得是 D， 我觉得是 D。D， 对 D。你自己考的时候应该能算出自己的成绩吧？算不出来。你后面八道题都没做，只做了选择题，你心里没数吗？选择 A 的请举手。哎，要举不举的？选择 B 的请举手。哦，原来其实也会紧张。选择 C 的请举手。哎呀，我们赢了。哎呀，赢了。选择 D 的请举手。来，张延琪来。没来呢，不许动。都断了。你也太狠了。留一个给你，留一个。拿到医院说是这个打的。哎，这段我纯打可以不播。
好痛啊！其实那个 B 很让人紧张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有多可怜吗？我们的那个班主任是体育老师，体育老师的课基本上没什么课，高三的时候每天都来。但我觉得那个瞬间也应该会挺紧张的，就是那个班主任突然说下课后来办公室一趟。你去班主任说，自己说吧，你自己说吧，你错在哪儿了？我昨天考试看了旁边人，我作业没的啊，不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们进行第四题。从不背书看网课，狠。第一，第一最狠。哇，如果有个人每天都坐第一排，每次都举手，确实也狠。我觉得应该是 D 吧，上课坐第一排。应该是 D 吧。我觉得 A， 我觉得 A， 因为那三年他们都在上网。哎哎，你看有分歧，走了一个。D。选择 A 的请举手。我倒是要监督他们看网课背不背书。选择 B 的请举手。选 C 的请举手。难道是 D？ 我们跟时代脱轨了。选 D 的请举手。宝哥，你看着办吧。你们队派一个人出来，这样子，我们一边打一只手，你判定一下哪边更疼。一、二，躲的话，没有，躲了一下赔五次啊。一、二，但是我先说好哈，就是最好同时打，不要啊，就很痛，最好是啊一下就一下。一、二。怎么出戏曲的腔？来来来来，喝口奶，喝口奶。好啦，我们了解大学生挑战现在结束，谢谢在座的同学们，感谢你们。我们马上开始毕业典礼吧。我希望今天可以陪伴你们度过一个此生都非常难忘的毕业典礼。希望你们毕业之后能够乘风破浪。希望你们能够活在当下，珍惜在大学的每一天，享受你们的青春。其实我觉得就是学校这一段毕业了，你未来面对的会有很多很多，需要大家去经历，去面对，勇敢的面对。我觉得一切都往好的去想，好的去做，我相信你们就是最棒的。好，谢谢同学们。恭喜各位同学，大家圆满毕业了。大家从五湖四海来到天南地北去，不管未来去哪里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直面人生的风雨。此时此刻，我想送上最美好的祝福，愿所有的毕业生前程似锦。最后我们来一首大合唱，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所有的毕业生。好，青春如梦，用青春编织美丽的梦。
代在风驰电掣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加速，不留遗憾，不能留下缺憾，不能辜负对于明天的期盼，努力汗水和付出，拥抱这灿烂的日出，从不会停下我的脚步，有志者事竟这是天数。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 Z 世界、优酷、爱奇艺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本季我们联合微博开启青春环游记衣服计划玩法，多种定制发博助力任务、实况点评等不定时派送，来微博跟衣服俱乐部成员一起开启美好旅程。感谢河南保全旅游区场地支持，感谢腾讯新闻、百度、超级星饭团、超级艺星网、渔火娱乐、独角秀、星芒、金一文化、华语之声、环球在线、观众网、爱豆、飞熊、泛爱豆、中华万年历、智娱、成果娱乐、影视聚焦、咸鸭蛋生活、杨子夏、异样飞行、轻松守护对本节目的支持。一二。